帅哥，你怎么了吗？我要先。今天来废话量比赛，一二，你干嘛？再来，一二，你又干嘛？再来，一二。
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呸！呸！姐，你的面包在里面。吃个东西这么费劲，当我没玩过。一排五号、六号、七号、八号位。哟哟，哥哥哥哥不好意思，慢，哥哥哥哥不好意思。